我们的目标是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，构建集中统一、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，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。 监察机关可以采取谈话、讯问、询问、查询、冻结、调查、查封、扣押、搜查、勘验检查、鉴定、留职等措施，开展调查。尤其是用留职取代两规措施，并规定严格的程序，有利于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 法治难题，彰显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自信。党全文公开，征求社会公众意见。省、市、县。